所以刚刚好啊，我们回家吃你的猫咪蛋糕，对不对？今天生日高不高兴？是啊。你有看到我做的蛋糕吗？有啊。什么给我？那头上有什么？头上我忘记了。帽子。真的很可爱啊！先传点说。刘海。要看吗？这里啊，兔头猫啊，你的蛋糕。这是猫头上的贴不下去。哎，兔头那个条纹猫。姐姐最羡慕你了，你最早过生日了。对啊，还有人第一个生日。谁要采访真的？我。你先把手洗手。爸爸，爸爸，你先把手洗手，采访真。好，等一下整碗给你，好不好？小猫咪怎么了？把碗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我在学校和他也一样。对，你真的好可爱啊！但是爸爸好想咬一口，我亲一口，亲一口。你可以爸爸在我们家吃吗？爸爸最近，等一下，不要讲话。爸爸郑重宣布一件事情，爸爸恋爱了。这么可爱的小美女，旁边没有人的，我只看到小猫咪。要地瓜的请举手，小胡要不要？要在桌上了。小婉真，为什么你那个大筷子都不行？等下会帮你切啊。真心好笨。不会，你最聪明。Thank you.
是直接那个，这样就把它解决掉。这次反而不想冲了，没切。有会吃鸡腿吗？我做过了，我刚刚要这个肉肉。你要鸡翅截的还是整只的？嗯。盘小棒棒腿，对不对？对。这里给我。小虎，你要这只腿一次给他咬的。第一次，爸爸。先看他抖音。啊？三姐，三姐，这样子。哎，乱掉。两姐给他，这两姐给他，怎么样？小智，你要吃吗？在前面这一段。要不要这一段？要不要？还是后面这个七就好了，这个七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会烫哦。鸡腿烫。烫哪里？是鸡腿。还是你要吃整只鸡腿？我要吃。这只吗？我要吃那只鸡腿。这个给你吗？好吧。还是这个，妹妹可以先选，妹妹先收心，好不好？我想要那个。你想要七好来。来来，左手还这会烫，你要再吃。你先拿果条看看会不会烫。妈，因为心就是代表心。你忍那个心，小心那个心。鸡胸肉给你哈，这骨头就给我了哈。这块最好吃，鸡腿肉给你。爸爸也想要剔牙了。一个，你要一只一万的还是一只一千的？啊，我要自己买。啊？一只免费哦。哦，免费的，哈哈，买最喜欢免费的。谢谢。那我讲笑话喽，就是呢，就是爸爸叫小明去买酒，然后呢，小明。然后爸爸说不敢，老板说什么价钱都要杀一半哦。然后呢，小明就去买酒。小明，老板，这瓶酒几元？这瓶酒80元。40。那我给你60。不，30。那我给你40。不，20。你们真的包饭？蜡烛吗？他要帮你们唱歌吗？要，先生，1、2、3，欢迎来到淘宝舞啊！咿呀咿呀哟，今天有位大寿星啊！咿呀咿呀哟，在哪里？在这里！咿呀咿呀哟，生日快乐！会把人收走吗？阿姨，请帮你们拍个合照哦。那我点个蜡烛。我怎么没有？加油！加油！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好，看这边哦，1、2、3，再一张哦。
手机要帮你们拍吗？好，看这里哦，一二三，我还会自己拍对不对？好，一张纸的，一二。记得帮我按个喜欢，还有记得订阅我，还有按下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见。